一下下就，，哦 ，Top Gun， 对。南霸天，你们下面一题，出题。这是歌词吗？歌词，副歌的歌词，对不对？你试着念念看，应该就有答案了。西鸡，哦，西鸡，你们诀窍是看重复的。那歌，很红的歌吗？有，很红。你们一直念那个重复的就有。那个，一直念重复的就有。那个，有啦，有啦，有。我都看出来了。对，这只要讲出谁的歌，就大家都知道。蔡依林的歌。搞不好是蔡万林的。那我想听呢，没有歌吧？冠燕不可能没答案，应该是杰，应该是没答案，没答案，是快歌，快快歌，快歌，请亮答案。好，通通没有答案，通通没有，有没有提示？蔡依林的歌，是蔡依林的大红歌。讲一想想吗？观众已经很多人在电视前面捶墙了，就是已经被骂爆了。OK， 揭晓正确答案，来，唱。襄阳叫你老公，没有你娘的老公。东汉答对了，只有一个人答对，老公啊，这样就很补了。因为东汉在疫情期间最大收获是他结婚了，没错，他是人家的老公，难怪这一题答对，有老公。当老公了，你看啊，所以这个哦，其实蛮简单。瑶瑶会唱这歌吗？前天才去 KTV 唱。好，请起立，来，这是你的歌，我的歌啦。请起立，没有在。老公不在呀，对啊，老公不在家，哎，你暂时啊，你要问他，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？唱得很哩哩啦啦。And I didn't wanna write a song. 英文歌，要跳，要跳。哎，这个不会去跳海算的啦。But you still hit my phone up. 他现在，是不是讲太满了？话讲太满了。这边又翻白眼喽。哎呦，Maybe you should know. 是哟。My mama don't like you, and she likes everyone. And I never liked you. Justin Bieber, I know.Okay, you know, that's good. 啊，不是一直呛。三年的歌了，你干嘛呛一呛，搞死我们其他人，好不好？害我们其他人都倒了。对呀，你的专场嘛，哦。好，三二一，请取答案。好，主书一起来看正确答案是什么。Love yourself。终于答对一题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知道 Justin Bieber， I know， I know， you know， 有答案吗？你有答案吗？他写 Justin Bieber 而已，对啊，是吗？这边写来划掉，三年了，他写来划掉，他出三年了，他最近的歌我知道，三年多了，最近的好 Justin Bieber 最近的歌是什么？最近的歌，他最近没出歌啊。哦，那你还说你说最近的歌你知道 ？Gabby 是他的歌吗？最那个 Peach。好的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